adquirir.我接触会讲，人甲天灾的应付，若无人来，我就真做欠的东西，人的无大败。我接触做身体明白隆重的好料，甲隆重的灾难。我接触有交臂的信心，到掠来移山，若无人来，我就袂做是啥物。我接触尽所未来之际，搁欠我的身躯互火烧，若无人来。就我无得到利益，只是咱做伙下头来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感谢你对阮的疼，予阮今仔日大家各自一家做伙来敬拜你，听你的教示。虽然外口落着雨水，你看顾好习惯，别人的脚步平安随时来到这个殿堂。为着安尼，我感谢你，我搁较感谢你对阮的保守。对年头到现今，这个特地感谢思想你达有稳定的日子，利收书馆到遮的金钱收入来应付阮的生活。夹菜阮无一定逐人到有剩，但是阮相信一定无欠亏。利收书馆的日子随时平安，夹菜无一定逐项拢会当照阮的心意。但是你拢予阮愿意顺服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手术阮平安，检查伫阮的日子中间，阮有困境、忧愁、艰苦，但是伊手术阮犹原有一个喜乐的心，阮更加感谢你，检查伫阮忧伤的时阵，你也有手术阮周边有你切切的天神，伫阮的身边来甲阮安慰，来甲阮扶持。来替我祈祷，我为着安尼稳定，献上满满的感谢。只是我要为着我应付这个大工程的合约，伫你面头前献上我的感谢甲恳求。感谢你，手术护士、传道师伫我的中间，透过因前来的做工，予我的教会有意向。我要求你的信心看顾保守，保守我的护士，有对你对。有伊享受你的智慧，在伊的心中，予伊会当看见你的理想，甲阮的小团队师有坚强的信心，有坚强的毅力，有坚强的毅力，召唤一家伙的人，阮做伙伫个遐宣传福音的事。点菜拄着困境，但是我知伫阮兄弟姊妹这个大个家庭中间，阮也有你的疼伫阮的中间。就所有一切的艰苦，我拢会当来担负。求你的信心看顾保守，在这个教会所做的事工，不是干那伫咧这个房间，不是干那伫咧这个殿堂。我搁较盼望，我会当踏出我的脚步，会当盼我的社区，盼我周围的人，盼我的厝边，宣扬这个上帝国。因为我知上帝国就徛伫咧这个地面上。求你的信心甲我看顾保守。由你看顾保守阮教会，我有真侪兄弟姊妹，因的身躯辛苦的，由你信心看顾保守因，透过医生的医药，透过医生的手，从你里面的手医治伫因的肉体患病，来求你手术因，到遐公平的心智，检查伊的肉体软弱，互因的信心依然有毋难，现在，阮会毋管的信心来公平的时阵。就阮一切的艰难，阮拢会变作欢喜。你的信心看来保守因，然后今仔日为着今仔日的聚会，伫你面头前，也求你感觉阮伫遮所做的服侍，也求你看顾保守阮的小团队师，透过伊的嘴所要甲阮开起来，互阮毋若有智慧，互伊所讲的，也当真做阮心内的快乐。而且安尼恳求感谢，小奉主的圣尊。